未开发的一个新的趋势，以建立呢我们这个生态城市的一个典范。淡海新市镇呢，它整个面积呢大约是1640公顷，那其中呢后期发展区的面积呢大约是1168公顷。那这个后期发展区呢，这个开发计划呢，未来呢必须先通过这个环评审查以后呢，才能办理后续的开发工作。那我们这个计划区呢，它的位置呢是会在淡水市区呢北方大概是1.5公里的地方，那离台北市中心呢大约是16公里。那我们图中呢，这个黄色虚线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后期发展区的范围。那未来呢，将分成二期区以及二期二区呢，分阶段来进行开发。那我们计划区的这个最北边呢，是这个2号桥，在最北边呢是我们台二线的9号桥，最南边呢是台二线的2号桥，然后这个东边呢是水源国桥，最西边呢就是台湾海峡。那我们这个一建署呢，未来呢也将这个负责呢来进行后期发展局相关公共工程的这个施工，包括相关的整地工程呢，我们也将配合自然的地形，尽量减少土方的开挖，以达到区内挖填方平衡为目标。而道路的工程呢，依照它的功能呢，就是包括主要次要以及物道路，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路网，并且能跟附近的相关建设，例如说像这个淡江大桥、淡水捷运、圣经等等呢，来做一个统筹，以解决呢我们现在的计划区内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问题。那在排水工程方面呢，我们也将这个维持呢现有这个溪流自然的泄行，以及它的积水堆积跟流向不变，来用重力的方式来排放，并且呢，我们都会在这个排水堆积的出口呢，来设置这个自洪沉沙池，以避免开发行为呢对这个下游环境来造成冲击。那我们计划区呢，也将设置污水的管线，以重力的方式来收集污水，并且呢，跟现有这个发展区的这个污水管线呢互相的衔接，将这个污水呢送到这个最下游的淡水水资源回收中心呢，经过处理后呢，才会进行排放。那我们全区呢所需要的这个自来水量呢，大约是94000，那其中呢，后期发展区所需要的自来水量呢，大约是59000CMD。但目前呢，我们临近的净水厂呢，大概只够提供10000CMD，因此呢，未来它的不足量将由这个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呢来进行支援。那我们也规划呢，未来呢将会在这个区面呢设置2座的配水池，以及那个86公里的这个配水管线。那我们区内的公园呢，是以这个土坡跟不成式的栅栏呢，来创造一个空间的变化。那广场呢，会采用透水性的这个铺面，并且呢，会设置这个湿地式的这个自洪池，以达到这个以兼顾呢防洪、景观游憩以及吸水的功能。那我们区内的道路呢，以及路口呢，都是采用这个 LED 的路灯，至于公园广场呢，都会使用这个 LED 的景观灯具。那未来本区域呢，它这个电力的供应呢，将由这个台电的35kV 的合一点无线，以及69kV 的新能淡水线来进行供电。那未来我会进行相关的这个环境影响相关的评估跟调查项目呢，是包括像污染环境、生态环境、景观、社会经济，并且会进行民意的问卷调查，以及对区域的文化遗址等进行相关的调查及评估的工作。为了降低环境的影响呢，我们在开发行为进行当时呢，也都会进行各项的环境保护措施。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施工区的周围呢，会设置施工的围篱；我们工区内呢，会设置临时的厕所，会做好工区附近的交通维持。那施工中产生的废水呢，都会进行适当的这个处理。那我们工区的附近呢，会进行洒水。那车辆呢，在进入工区的时候呢，都会进行清洗。那土方呢，也会进行覆盖，并且呢，我们会进行工区的空气品质、放流水池以及噪音这种的环境监测工作，以及呢，做好各项的这个水土保持措施。那以上是报告，谢谢。所以呢，有这个永利工程顾问公司哈，来个动力哈，这这与这党派支持的哈，红马杨特都是叫红马杨特，好，谢谢。各位小动力啊，我是有这一届都是被委托分哈，那做了来我尽量用
来听来台水的哈，因为咱这这时段较侪哈，即个咧咱台海最第二个风华佳票哈，主要咱从小做一寡变更哈，今日我来台水的。那台水的咧主要内容有些哈，包括咱的法律依据哈，咱即个主要计划啊、社会计划哈，啊，搁有咱即个叫做第二年哦，第二开发区的社会计划的内容哈。那下面没有先就定位好不好？因为现在还有人在移动的话啊，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屏幕啊，也就是二楼的部分啊，我们这屏幕就会一直动啊。说来，那接下来朱老师按照那投资为投资规划的规定啊，接下来做通华讲课。那投资为接下来通华讲课之后，哎，哪里有爱来做这个工展说明会啊？啊，接下来请来就这些这些说税啊。啊，朱老师接下来从在概念上出来能干啊，因为在当背景之下啊，他都提议啊，那我们就在这个说的公开展览的里面啊。这是咱主要法定的规定哈，看咱法律定制哈。啊，咱即个主要变更哈，爱讲的税点哈，咱变更的内容哈，主要有规定，好，我来整理起来。即个主要咱的迄个范围哈，有做一寡条件。啊，范围条件之下，以为哈，主要上大片的海边啊，哈，那个海边的范围哈，因为不属于这次把它剔除哈，海边啊，无你。海海内底的所在吼，无伫遮咱即块管，无做一番小化条件吼。啊，第二个是年期吼，这个年期呢，咱按照国际的规定吼，是25年吼，25年期，咱即块呢是条件刚延长到民国125年，不是说整个计划开发要到125年，是咱规个计划吼，计划年期是以125年的时候所需要容纳吼。容纳寡的话，这样哈，来做一个整个的通盘的考量。那接下来咱主要做上大条件呢，是通土地使用。大家在看咱做手机哈，这两条短路。那那两条短路主要咱接下来是按照咱的地形哈，按照咱的地形，啊，跟按照咱的坡度哈，依然重新做规划。主要是安怎？天啊，最老的时候在那基本上改变成就是它的公园绿地跟水域的地方哈，哦，一最爱的最老那时候在卖基础哈，就是按照生态的理念来做整统一做完规划哈，所以基本上在高铁有开始起来条件的那高铁的高公设施哈，那高中呢主要是按照那基本上高中还因为好刚呢那已经有几条轻轨要呢做整个交道路系统的调整哈。阿哥，我们都市防灾计划，啊，阿哥在都给苏荣为配合，工作专条件的。这是咱即个变更的内容，咱主要变更呢，即个有变更18案啊，加主要18案的是分做这6种内底哈，我们归纳成有这6大类，这是年期啊，啊这是当初咱在做哦，修复啊，一轨道修复啊，即个图有重置了哦。把不正确的地方改掉，进回来哈。啊，各位，咱的土地使用按会啊，咱新台币啊，来做条件的所在。啊，比如会按各咱观念不要变哈，还做一寡些主要计划在十八项哈。这样了呢，那即个呢，分做三期区库哈，分做是三期区库，即个呢，来，那你三期区库哦，开块，他们，那即个来条件会两期区库哈，两期区库，所以那这是第一期已经开块啦，这是第二期，全部拢叫做第二期哈，这一区这一区啊，这两区哈，即个是这些条件，啊，海域，那同样包含海域的所在，即个呢，来标定出来哈，就是这海域无地咱，即个无地咱做。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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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一直走的话，我们底下人都看不清楚哈。主要咱即个呢是列为人口呢，咱即个是标准哈，13万哈，好的后期的部分哈。所以高铁使用列为咱即个有这一块标准哈，因为咱当中第一期开发的时候有一寡哈，它困难的时候，咱即个就做一个检讨哈。所以咱检讨了后呢。
就是第一期的说明会的内容吼，负责证明。那这是主要是咱开关了吼，有一寡即个吼秘密啊，啊，搁有一寡异议的所在吼，咱做一寡了解。这是第一开关，开关区开关了说明会吼，嘛做一寡了解。啊，咱再重要的变化是这种的，加起来收价吼，这主要大概在参考吼，或者咱其他些吼，包括咱领导这边那边大头老虎吼，大家来看。咱即个呢，做啊，搁有做第一台湾区的说明会吼，这是后端咱即摆要做会员会台湾的所在吼，这是第一台湾区吼，是这规定吼，对不对？啊，希望咱即摆。你计划是做一百二十五，啊，这主要是十一万人吼，这两百公斤，吼，两百公斤是台湾人啊，来做这个水果计划的，来做这个台湾。啊，你后面水果计划呢，大概在成都这个范围，这就是咱广东讲的吼，卫生院大学，啊，这是咱平安区吼最老的所在，咱讲成都有几个吼，这公共设施吼，啊，这里是做那边，咱是做按照咱的地形吼，按照咱。来做咱的配置吼，路行路，一定爱安尼规吼，按照咱个高温高温所在，按照咱常态安尼做吼，但是按照咱的来做做生态调节。好，这就上重要。即个可能使用计划咧，咱住在住在古山古就四种，吼，住在古古就四种，第一种到第四种吼，那个建地地位五十三十五到五十，容积率80到200啦吼。这是咱主题区的所在吼，大家参考咱手中的资料吼。这是咱主题区的所在。商业区呢，咱分做三种吼，第一种甲第一种甲第二种，啊，佫有一个邻里商业区，伊的占比是40到50，容积呢是200到300吼。这是咱的商业区的所在吼。啊，到咱有三个商区吼，啊，有一挂商场，咱就变做迄个三个商区，啊，有第一种甲第二种吼。但是呢，这是咱台湾的迄落住的建筑那种地的规定吼，相对的，那跨户基座应该参考咱，应该用咱迄种咱住的时势吼，用网络去查，咱其实本身资料拢已经公开啊，在网络上都查得到。那刚好多嘛，迄落就是外国迄落热心人士哦，已经把咱导入以后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主要的咱现在边建筑那种地的部分啊，是初步计划下来。这是土地使用管制啊，这主要是规定讲，好，刚刚那个后院啊、间隔比啊，还有绿化面积啊，与大家提防啊，刚刚那个生态城市，所以呢，安提防讲，它这里绿化面积啊，绿化面积，它跟公厕之间建立统一的规定哈，就刚刚直接表上所写哈，大概呢，艺术手上方五图表在参考哈。来谈够好，这是咱土地使用分区哈。啊，够有咱即摆规定那种最大开发力，咱最少法律供应透水率，因为咱即摆吼，大家都知影，主要拢是水的问题哈。即摆因为开发多了吼，水排的水，水不会渗透，就会让人家灾害。所以因为咱即摆因为咱生态社区，所以我们规定咱好当然水透水率哈，还有跟开发率哈，这个我们的要做我们的规定哈。部分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辅助第一区，我有播大改变哈，大家放慢哈，这个参考，这个整个数据呢，大家可以手上提报的资料。所以现在呢，主要后还有未来呢，现在大众运输导向提加生态理念设施哈，比如高温好当没问题嘛，列电动连接一定的时候要做雨水注入自由池哈，啊，那买水哦，买老板，那弄摆造造成灾害哈。啊，这是咱即个做一寡规定吼，啊，搁有咱大众运输好当的实际上伊啊吼，300公尺范围内建筑吼，咱有迄个大众运输旁边的空间设计吼，啊，有遐一寡规定伫遮吼，所以咱即个呢，规个金额来开发吼，爱有暖气机的面积差不多580公尺嘛，好，好呀，你看大家水利处有暖气机的设备。即摆古港经济580公顷，预计哈，这全区啊第二级的第一区哈，全区一次开发，归中农全部大概有694亿哈，那把高港是归列哈，来做咱北宜台湾区哈，来归列台湾，这是咱主要都是作为主要代表到家，谢谢。
好，阿布斯老弟哈，那请这个红星工程顾问哈，来跟咱说明巨乱之中哦，拆迁补偿安置哈，也相关的疑